截止7月31日24时，新增本地确诊病例8例，有5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确诊病例，累计确诊病例76例，其中轻型病例12人，普通型病例61人，重症病例3人。凯阳海鲜公司员工36例，凯阳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11例，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本地无症状感染者31例，其中凯阳海鲜公司员工19例，凯阳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2例，大连湾街道的居民7例，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是3例。